Hello， 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艾米姐姐。今天我们带着小伙伴们一起来玩这个挖宝藏的那个地图。话不多说，必须得开始了。看一下，妈呀，为什么我的运气那么差？哎呀哎呀，怎么都是吃的呀？我的天，应该让表弟去那个啥。不行，我得挖到一把狙了。不行不行，我可不能。哇，好东西啊，好东西啊！哎哎，看到个人了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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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行，在这个地图里面，好，还是有挺多好东西的啊。这个谁要你的破衣服呀？小伙伴们不知道有没有玩过这个地图呢？你们知道这里面最强大的武器是什么吗？啊，哇，我发现我好厉害，哇塞！啊，小伙伴们手都还没有开始那个啥，东西全给我拿光了啊！还没开始那个暖和就已经被我拿的差不多了啊，全部给弄好啊。这个 Oh my god， 小伙伴们偷偷的那个闷声发大财啊，你们不要那个啥啊，不要太激动了啊，千万不要告诉他们。哇啊，我的天，发财了，苍天大地，没有地方走了啊。东西拿完了之后该怎么办啊？啊啊！吃的东西，稍微等一下。好，现在，哎，好好好，你个蛇蝎的那个薄荷糖小炫啊，这一下就给我打死了啊！看我不氪个金给你弄死啊！你现在，我跟你讲啊，你现在还敢那个啥？我要给你来一波地道战，让你知道知道老艾米的厉害！我跟你讲，人呢？一看到，哼，魏传奇，给我收拾吧你！地道战，我的天！哼，哎呀，好像东西就是，如果点重生会死掉，对吧？东西哦，不会，哇，浪费了我一颗星星，真是的。嗯，哼，啊，艾米要无敌了，完了没子弹了。呀呀，魏传奇，小仙啊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！完了，这个魏传奇真的是蛇蝎啊！你还飞起来？看看有没有火箭飞吧。看我的东西，给你一个东西啊！蛇蝎啊！哦，在天上都给我打下来了！噔噔噔噔噔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看一下你们知不知道啊？韦传奇，给我出来！韦传奇，你哪里去了啊？啊？韦传奇，你哪里去了？哎，我就在这，哎，我就在这，啊，我不下去，我就再氪金，一氪、二氪、三氪，再氪金啊！我就不下去，来，你上来打我呀！你看，韦传奇，韦传奇何在？哎，完了，没子弹了。完了，没子弹了，我的天，看来你们一个个都不想给我活了哈，我要让你们干活了，真是太伤心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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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打我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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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打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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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哎呀，一招那个啥啊，嘿，炸完我就跑。能进我的房间吗？啊，你们自己掂量一下啊，你们自己掂量一下啊，全部都打我一个人的话，你们自己想一下啊啊，你们派出一个代表来跟我打就行了啊！哎哎哎哎哎哎哎！苍天啊，大地呀，我的天哪！感觉自己自作自受啊，那没关系，我拿到武器最多，没关系啊。魏传奇，你干啥呢？我现在一个那个啥都没了，看来我还是有最后一手的啊！你就别怪我蛇蝎了啊！真的别怪我蛇蝎。丢丢丢！这里面搜死吧你们啊！搜死吧你们啊啊！搜死吧你们！我丢死人了，丢死人了！魏传奇，我看你就是不想活了啊！再给你们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下次还想进房间吗？啊，你这每次把我
成这样，你觉得你很有面子是不是啊？伤心，看来我不给他再弄死啊。魏长奇，等一下拉黑名单了啊！啊，记住啊，记住拉黑名单了啊！弄死！哪来的那个呀？哪来的能量剑呀？我都没有！哦、我的天，苍天！大地的，我怎么才五个人头？等。来，小妹妹，别跑啊，薄荷糖，哎，别跑啊！我看一下你们还有没有那个啥，人呢？哦，魏长奇怎么死了？哎呦！来，七个人头啊，后来居上，大家来给我一个那个啥啊！别跑呀，小伙伴们！咚，还有火箭背包，小妹妹给我个火箭背包，小妹妹。哎呀！哎呀，魏长青哪来这么多子弹啊！来呀，蛇蝎，可以十分。后来居上呀，我的天，本来想说后来居上的，啊，跑啊！你要给我火箭背包吗？哇！我的天，苍天呐、啊，感动啊！我的天，等一下啊！哼，啊，不打你了啊！真的，这我真的不打你了。看来魏传奇是那个啥啊，蛇蝎的魏传奇啊！哎！蛇蝎的魏传奇啊！啊，前翼，变啥呢？魏传奇。我这个感觉你真的是快挂呀！啊，你看了两败俱伤啊！哈哈，有了火箭背包，老娘还怕什么？人呢？哎呀，飞天打是吗？我的天，一定要练就非常强大的技术才能打赢这个魏传奇！别跑呀，魏传奇！没东西了吧？啊，火箭背包没了吧？啊，哎呦，没了是吧？啊！啊，等一下把魏长奇踢出去啊，我真的贼烦这魏长奇，你们知道吗？我最讨厌他进来我房间了，下次他就不能进来了。噔，哎呀，怎么这么多火箭背包？我是不是不太好呀？刚才那个小公主是不是给我火箭背包了？哎，我不玩了，真的，我不玩了，你们个个都比我厉害，我都不知道怎么玩。我要离开你们，真的，你们走开。哎呀，走开。好了，这个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喜欢艾米姐姐的别忘了点关注哦，顺便教一下我怎么样才能打败魏传奇。魏传奇，你就让我打死你吧，让我打死一下你吧啊。哎呀，苍天啊，大地啊，哼，哎，死了，真好。